开始了吗？好，开始。可以了。咋？你不给他拍一下那个关闭的那个？什么？哎，他也认识。不到吗？停止啊！你在焦点吗？一样。对。嗯。有点偏离焦点的话，它会冒烟。冒烟。嗯。它焦点在哪？焦点自己调吧。在这高。咱摇嘛。摇它啊，声音最大，光最亮，就算是在焦点了，就看到了是吧？铁的话，一般出的烟就很少了。